我接了一個舞台劇叫做《死人的手機》，我剛剛昨天開始看劇本，很緊湊的故事，還有真的很好看，所以我很期待去看導演究竟會怎樣去呈現這個故事。是啊，還有也很緊張的，因為我第一次參演一個這個程度這麼認真製作的舞台劇，也都會有影后葉童姐姐，所以我真的很緊張，即是 even 是還有三個月左右，十月頭的，但是我之前也試過一次舞台劇，我是上台之前真的很緊張，即是心是跳得很厲害，就跟拍戲有一點不同，拍戲就我的感覺是安全一點的，但是我就經常告訴自己，越害怕的事我就越要做咯，挑戰自己。跟影後合作是真的很大壓力的，但我自己覺得她很好人，就已經沒有那麼大壓力，因為很害怕那些前輩很惡啊，跟著自己做得不夠好，很期望跟她合作咯，跟她們學習咯。